联合党中村里面的题目呢，提高而且强高我们张科长，就是针对。这刚刚有很多农民都讲到这对有机种作的部分好像蛮有兴趣的，他们也很有心哦。那针对这有机的这个栽种的技术啦，或者说资材这方面，那县政府农业局台中市政府农业局这边有没有什么样更进一步的这个协助可以提供做说明的？首先对有机栽培技术的问题哈，如果说你真的要从事有机农业哈，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台中区农业改良场的研究员他们都非常有专精的专业技术哈，我们可以转介来服务，转介来给你技术辅导哈。那另外就是有关你刚才有提到果实蝇防治，好像果实蝇那个先生的观念非常正确啊。那果实蝇防治，我们也是希望采用生物性的防治啊。那这几年我们有透过农会在这边哈，有去补助，就是那个诱杀灯哈，诱杀盒诱杀灯。但是量不多了，目前好像是一公顷只有四盒、啊，四盒的诱杀灯。那我们补助甲基丁香油，在做一个果实蝇防治的一个诱杀。另外，我们在公共地，就是总等于我们园道公共的园道部分，我们每隔100公尺就投放一个那个诱杀灯盒。我们总共有投放了将近200公顷哈，在我们东市区这边哈。那我们也是希望说把这个果实蝇能够它的这个数量能够降低，当然是说我们补助这个量实在是讲起来是不够了，但因为政府的资源有限，我们也希望我们以后更努力来争取更多的经费能够放在生物防治这方面。那另外讲到有关于离刺菌病的问题哈，我们这几年我们已经做了2年哈，就是有关离刺菌病的部分，我们透过公所，这部分是透过公所来去做那个有关农博的一个。在二月初的时候，跟那个刺青病的菌丝要开始从农博散发出来之前，我们请公所去做一个药剂的防治，去喷农博树。当然是有一些困难。刚才讲的说，它是种在有钱人的家里面，这个当然是要看以后就拜托区长这边。有机会哈，有一张三小班开会的事，叫做先托，按托像。像老人会啦、社区开会哦，总还有团建讲，尽量吼，唔好种啦，因为了个高接力吼，系东西嘅经济嘅命脉吼，无了高接力，安尼都无法度吼来生存安尼吼，用先土啦，你听唔明？好像针对两包书切成片问题，还要回到应该罗博士啊，是讲不管是刚才提到讲的吴景鹏，然后讲拆成片啊，两部分，那防治方面有没有该较好的办法吧？除了讲某种两包书以外，哈，还有一种的诱捕灯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做来做的吗？现在讲的吼，那个刺青病那个爱二三十年前头东西种的也是，确实当时都真无按像你们按严冲啦吼，但是这刺青病那个东西吼，现在讲。对源头的防治啦，那讲哦，用一般用药吼，要个该向个无防治无按彻底的出啦，吼，所以那个部分吼，可能哦，有一个行政上的权力吼，落去该用啦，啊无吼，即个讲那刺青病吼，那全真正呢，唔免讲全球难呢，吼，所以那个部分啊，可能哦，出来政府的公权力落去处理啦，嘿，那靠药剂防治吼，即个讲有困难度啦，然后即困用都涉及到啦。好，谢谢多啦。那个张科长，我们罗博士讲说，这个还是要公权力的介入了哈。很多这个我知道有很多这种部分，其实不只是东市，我们知道包括石冈、新社、和平哈，三城四个乡镇种高阶梨的都很多。那这个地区也密布了很多龙柏树。那这方面，我们市政府农业局的公权力的部分能够做到的是什么？那可以再跟或更积极一步的，你们觉得可以带回去做讨论，然后未来在防治上面更有效的做法会是什么？刚才我有简单说一下的，就是我们是透过我们三城各区的公所哈，就在每年二月的时候，我们发药剂给他去喷龙柏树，当然是有的部分可能是庭院里面它可能是配合度不好了，但是。在公家单位，比如是军营啊，还是学校，部分我们都会去进去做了。那现在我们是在这边呼吁说，就是，
如果有庭院还是什么，尽量就不要再新种的龙柏、嗯。但是你原来的龙柏，现在龙柏一棵好像值了将近百万了，那老树啊、嗯，那是属于人民的财产，你说要去把它砍除的话，那事实上资金上是有困难的地方了、嗯。那我们是尽量说，在它这个菌丝还没散布出来之前，嗯、还是请公所多努力了，我们会继续来补助药剂去做一个喷洒的动作了、哦。好，谢谢我们张科长，谢谢。康泰，你台东内边的肥因之后，好像国开放你现场内边的反应哈，针对你个泰里的产业哈，有嘛个想法嘞冇？像卡叔好冇？我了解先生。去年就新意概念，后来形成了休闲农业，但是到了嘛年半呢，市政府某一届通过讲，年一讲不按筹设哦，跟他筹设都同样打转了嘞，所以讲，当多讲，你嘛二次用来做转型哈，啊做了休闲农业，但是。当多问题，小问题，按农民怎样做诶，无法度做。但是有钱人，伊就有法度做。按东西，按俩东西体积，还有个新鲜，当多系外地人来投资诶，但是太是不合法。哦。啊，怎无合法诶经营？按俩还没讲阿等到全问题咧，要政府怎样重视？啊，按俩。近几年农民来，阿来经常是，伊都啰啰嗦嗦，啊，希望你台中市政府的这方面啊，能够对咧，安尼有想来做咧休闲农业呢，有一个辅导的方法。好，感谢罗兰，还有那个乡亲有意见，好，还有要改。我们一般的消费者，因为这个长久以来的城乡距离，那很多人其实对农村已经很不认识了，还不会去知道说，这些。友善农民他们友善耕作的方式，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大家不认识这些。那其实像在日本，他们那个食育基本法已经通过，已经在执行，从很小就开始教育我们的小朋友，在这一方面农业跟食物的观念，健康的食物它是从哪里而来的？那是不是我们的有关单位在这个方面可以去做更多的？针对消费者的推广，让他们重点是认识这个观念，认识到这样子的做法，它的特色在哪里，它的优点在哪里，它对于我们的健康，对于我们的环境，对于我们的农民，它有什么好处？那这个问题有请有关单位回答，谢谢。好，谢谢。还有那个乡亲有意见，我该被收集。大家好，我叫孙伟婷，我本身是农家子弟，然后爸爸是犁农，然后这是我妈妈，她是农妇。那我是觉得说，现在东势那个犁子产业已经慢慢老化得很严重了，然后环境也越来越不好，那所以导致于我们年轻人都没有任何的诱因想要回来工作。那像我爸爸他今年我们的犁子啊有测出那个 ND 就是无农药检出、嗯、那我觉得是很不简单也很不容易，可是我觉得他们很辛苦然后很累，那所以不晓得政府有没有就是一些措施可以提升那个我们农业的环境，然后还有或是有一些配套可以鼓励我们年轻人回来工作这样子。哦，好，感谢。那我还是要请教张科长，刚刚有一位很年轻的这个小姐啊，假如说价格问题，其实让很多的年轻的这个农家子弟啊，觉得没有诱因回来务农了哈。那农业局作物生产科这边，比如说会办什么样的促销活动啦，或者说这食农教育啦，或者说这个产业这个行销啦，就说是县政府农业局这个层级可以来做的，来让这个水果不仅是大梨啦，这高阶梨，就是说它的价格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平稳或比较好的一个这种提升，有哪些做法是在做的，或者说未来可以来推行的？市政府这边还是会来协助我们农会继续做一个国外行销的一个补贴的哈。我们知道农会做这个国外行销去卖水梨，这个的确农会是亏很大了。所以今年我们农业局就稍微跟他补贴一点了，他也希望说他继续做下去，然后越做越大。而且今年那个水梨啊，大陆已经今年已经开放，我们可以他输入啊，今年第一年开放。哦，等于说台湾的水梨已经可以卖到中国去了。对啊，所以农会这边应该这个市场跟农业局这边都有去探市场。我想今年这方面的量应该会扩大很多。啊，另外我们每一年都有在我们国内很多重要的地方去办一些，国内的行销嘛。像都会区的四大都会区，那今年我们目前已经有预定在台北的希望广场，
台中市的中山公园，那另外还有在台北的世贸，台北的世贸这目前已经预定有这三个地方要去办国内的一个行销了哈。那我们也会补助，像刚才区长讲的，我们会去做一些广告行销，透过电子媒体，透过公车去做一些行销广告，这些我们都会配合农会这边来做了。但是有一个观念是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也是经济市场嘛，你就是东西是自由经济的东西，你那个产品还是要看市场消费者跟整个市场的结构到底它是值多少钱。政府没有办法去左右这种市场，跟股票一样是不能去左右它的。这东西能够卖多少钱是看消费的，消费市场来决定的。农民那个年轻人要回来农村耕作，改良场那边刚才有提到说有在训练那飘鸟营嘛，那就鼓励年轻人去参加他们那个飘鸟营的训练的。那另外就是事实上，年轻人要回来农村，刚才他自己有提到了，就是很多这是事实上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了。你年轻人自己有没有那个观念？如果你没有那个观念的话，你再强迫他都没有用了。好，所以等于说这个要往这个价格这个能够比较漂亮让大家都满意这条路上好像看起来困难重重，但是又不得不做，但是还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农政单位努力的做了哈。还有那个乡亲有意见呢？还有不要再欣赏我们就来意见来卡跟蔡总的长官来这来沟通一下参详。参销哦，已经很紧急，自由中国受到很多了啦哈。但是这个种茶农友判评鉴比赛，我们水果类嘛有，泰梨嘛有做评鉴啊比赛，甜起嘛有，这个甘麦部分做啊有。但是呢，您这个茶米您去比赛那个提一名，是用商业行为介入，一斤一斗去捧卖、去拍卖，来提高知名度。我们水里边甜起甘类，一比赛过呗，是没有下文的。爱做甜起文艺训练，对年年参加评鉴比赛，第三名、第一名、第一名，爱做啊得过。第一名、第一名、第三名，爱拿出哩那个市政府、县政府看爱办来展售会也是，搿是真好用的。搿是真好用，爱恁心里会依好。但是了解，我们比赛过呗，上级单位完全就没有下文了。好，对我们只没有一点帮忙。针对品鉴过后的后续的，对，完全没有帮忙嘛。感谢。好，谢谢。好，那个乡亲，我了解了解。了解有机呢，当然，嗯，尽量莫用了解化学的配料。嗯来用了解有机，莫讲了有机，都是讲嗯了解用植物的，植物性、动物性的配料。啊，当然莫尊重啊，他就讲。那个啊，喏，剃头苦啦，黄头苦啊，迄没来啊，点么迄有机啦，来炼业讲，哎，那个啊，喏，有机肥料，嘿嘛哈，来政府来应听啊，点嘿来补助啦。过去以前种啊补助嘛，废弃物的肥料这样就补助啦，啊，那苦类冇补助啦，啊，个几那个黄头剃头有奖品全的泡。都买的嘛，哎嘛，就没废弃物，而且为到按油皮农药到阿滴，哈，卡贵说到滴买来用，啊，这边来讲哦，有好出来起价出来按贵，安尼啊哈，啊，希望讲的政府方面对这个苦类哈，来放宽来列你补助啦，好，啊，再提一点，提一点来讲，这个啊那无人碰啊，无人碰，哦，我到各界见，要按地方哈公所嘛要派人去帮这个无人单，啊，第一只讲。那无人单那个药啊，还没过期哎，俺不了解，这么个都是做农业，有病无效哎，农业那无人碰啊，俺那钓啊讲，哎，开有人上海哈，哎呦，三十公尺哈，五十公尺、二十公尺个钓一只，哎冇，那开就看到个钓那咩来，啊，这条路冇人行啊，就冇钓。哎嘛，你希望你啊，所以标个地方的 visa 的限制啊，注重考量一下。系啦系啦，平均下来安尼。好，还有那个乡亲啊，那个乡亲。像我同总共是建议哈，因为你啊，市场方面太卖啊，太不像太部分了，农民自家卖真少，
所以讲，俺个有些感觉啦。佮推卖诶，佮市会收费以上，比诶农费较多嘛。诶，美国是在讲农，佮总共是就尽量想办法提高工咯个，嘛同农费强化，将尽量摆脱啊哈。好，感谢那个乡亲。好，还有那个乡亲有意见，我改俾先生。我咧建议哈，按咧政府哈，阿咧直接补贴农民啊，真简单。嗯。因为咧政府诶，政府机关呢，都是为了赚钱。哦。你嘛，中油，哈，台电都是为了赚钱，那台肥也是一样。哦。当年都进去噶。批了进去。按了咧，某乡个农民讲哈，哎，现在买起啦。这个事业就是要赚钱，啊，啊，近一点才那个张春峰科长啊，他讲啊，哎，那那个里啊，就嘛，哎，那有规划到里山那边种个哈，里丰哎，就是公田啊，讲了很多，可是到现在啊，忙是买到，忙是买到，嗯，哎，过来了，你讲回。水土保持啊，政府啊，这个水土保持啊，可以做得很好很好。怎么的、怎么有关系到的水土保持呢？哎嘛，而且可以大量的生产。那当年不跟你、不引跟李峰啊，不引赚很多钱。嗯。啊，人家讲啊，哎，你们太慢不好吃。李峰哎，给农民啊，李山的农民啊，嗯，他们卖的也是。冬季还是可以接的，怎么会慢呢？好，我感谢，谢谢，感谢各位农民。谈谈的问题，还要向台当来宾的反映哈。所以针对这个有评鉴没有后续这个部分，是我们这个农业局啊，这个张科长要来发言哈。这个虽然是种田事，他种那个高阶地也是一样，有评鉴没后续啊哈。好，有关评鉴哈，我们一年都办了，他刚才讲了，办了好几场嘛哈。是。好几种作物都有办评鉴哈。嗯。那。过去县政府的时候钱比较少了，现在市政府的时候钱多了一点。那我们今年评鉴的部分，奖金好像也透过农会这边提高了，奖金会提高，就是你得的名次就会提高。广告效果要不要再提高一下？好，那总干事来回答。安尼啦，其实来讲评鉴呢，给新主要目的，恩平老师讲，唔免为到个奖金啦。恩平老师讲，评鉴是为了恩产地的知名度。的产品的知名度增加，加媒体的曝光率，你还起来亲眼见的。像农会来讲，俺当然要拍，俺泰里的评鉴啊，拜天公拜日好，拜日啊，先办啊说明会啊，啊，佫还有茂谷连续拍两年的，茂谷来讲，像买俺东西的主力产品之一嘛，伊去年开始拍评鉴，这个评鉴来讲，我是认为讲。是增加媒体曝光率。嗯，听广告的意思就叫哎。但有可能像个有机茶拍卖，就是、说一斤十万，一斤多少万，用拍卖你个股价里提名哎。安尼啦，当然来讲，佮买一斤十万就卖几斤，卖一斤，你卖一斤呢啊？佮一个噱头，买增加媒体的曝光率，广告用哎呀。广告用哎。啊，佮广告用哎。哦。所以。实际上买就卖一斤两斤的嘛。哦。啊，所以讲。你讲评鉴，他我认为他最主要目的是这样子的、啊增加讲啊，大概你讲啊，买条评鉴增加个知名度啊，嗯，等于等于免费的广告哦。哦，好了，刚刚想要请教一下张科长说，那个粕类哈，就像什么花生粕啦，或者说那个粕类那种有机的肥料，这个有可能列入补助的范围之内吗？因为刚刚有乡亲提到这个部分。你肥料哈，肥料必须经过我们农粮署农业单位，他去验证过了。那验证它里面的成分呢？它成分符合规定，它才同意是推荐的有机质肥料。如果你没有经过验证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成分是真的假的，它的成分的含量是多少，还是说它里面有重金属？所以有机质肥料它必须经过成分检验通过了以后，那。政府才会帮他推荐出来说，哎，这个是，有机质肥料，因为他要办理肥料登记，他必须经过这些手续。那你些查破什么，
如果说你有去办理这种回料登记的话，都是政府可以推荐的，只要通过都会推荐。如果说你没有通过的话，那当然政府是不敢帮你推荐了。哦，好，那农会那边有推荐那种有机质的泡类的肥料吗？那都像有机质的肥料补助来讲，你按市政府的部分来讲，现在那个农民嘛，按农会的代表来讲，也都种下都是低保呀，种下有啊，在不？废弃物嘛，啊，免治包，该多久啊？这是含在里面的，已经有了，这个部分已经有了啦。哦，已经有，是它的范围内。那我从回答的部分了哈，因为你们来有几只配料啊哈，就比如说你们农粮署都该用上网推荐的个品牌该哈，该是爱审核的了哈。哦。那个部分哈，我有还讲你啊，剃头苦啦，你看上薄的种下就脱底板，哈。你品牌按审查过来部分吼，总还无上网，吼无上网，所以讲那个部分吼，都是按产销班按原线的问题啦，吼原线嘛，到同农会那边配合下好，看人员都是线啊，但是吼，我拢有一间问题哦，我同大家那个说明下了吼，苦类的东西吼，花生薄啦吼，甲苦类的东西吼，按用也是要特别注意啦，因为甲没有发酵过的吼，惊啊无影响环境卫生啦，吼，哎莫都是哦，总啊推的种啊东西吼。都是东西总爱污染啊，看人就行啦，系嘛吼？看人污染那真多吼，看咩人要来卖，那个要来观光，吼，这个问题要特别要注意下吼。好，阿沙仔，你有问题，请你罗博士回答并做结论啦哈。我希望讲按东西的方面啊，今后一届吼农药要特别注意，因为我大眼睛都无看到按那农药残留的检测啊，我就看到按东西啊里有本人检测到残毒。我心不清呢，因乡亲我心不清呢吼，那个部分是一概部分吼，啊，也安全重要还真重要。啊，另外品质方面啊，我估到来，吼，我估到。我希望讲诶，咱今年外国特别啦，还是啊，因如果东西里东西里哦，啊，个外头心安的啦，吼，我希望一个，因那东西的方面啊，因那农业方面啊，气候里一方面啊，有技术个问题哦，因是。同安改良厂那方面啊，来抢购，吼、哦，俺一天反正农民啊，唔肯做，俺都唔肯同讲啦。那唔肯做，俺都冇办法同讲，吼、哦。好，感谢你罗博士，董事客家字体要语重心长哈。我想请教我们张科长，说针对刚乡亲这些发言，您的回应并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你们农业局这边持续的对梨这个产业的这个辅导。我们对梨产业哈。有关于在行销方面一定会继续来加强的，但是我这边还是要有一个问题要呼吁一下我们的梨农啊，就是刚才我们都谈到说友善农业，但是相对的现在消费者意识抬头啊，包括监察院，包括一些民间像一些团体哈，他都会对我们表示说有关这种安全农业的问题现在越来越重视啊，所以呼吁我们农民真的你在用药的时候哈，一定要依照这个农药的标示哈，去使用，一定要使用有推荐的用药，因为我们现在也开始在定有关于农药残留过量的一个罚则，因为监察院已经要纠正我们说，不止我们是全国性的哈，就是有关农药的一个残留过量，过去我们政府这边都，基于说，然后农民非常辛苦了，所以我们都会施以教育，都尽量不开罚，但是基于说现在消费者意识抬头，哦啊，大家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多加依照我们农药的标示来使用药，好。好，该最后人请您给田总官司哈，泰里都董事起来讲哈，虽然亚中村面积是全国的五分之一，产量是全国的三分之一，虽然明星水果就对了哈，但都农会那边还没持续用，反映来问题的家私控台的市场。我认为啊，所有的水果来讲，先要跟你品质嘛，啊，买农会来讲就收。所有水果都要收嘛，只讲就生产个，因两多就攞来卖吼。啊，只讲希望哦，大家农会、大家农民来讲吼，水果种下有材料搞农会，有来就个水准。搞农会那上吼，公司包装材料钱，加收个贵，一般行情个加很多。好啊，大家人何必偏执顾客些搞农会，啊是加是保证做不上。啊，希望大家农民来讲，你顾客品质也真要紧个。好，谢谢。好。
古好品质系清幽洁的啊，像了嘿所有都董事其中代理的农民，佮都会欣赏，也系消费者来设立董事其代理的时间吼，诶，加上个要求，基本的要求了哈。其实董事呢，迄只穿特殊的客家装，其实会讲嘿太不强客化哈，都台湾人数最多的一只地方。其他嘿高级别的故乡，古所见面你来到了太高级别故乡董事其呢，除了认识高级别的产业，一路行来面对挑战并困难以外，还有在看到农民嗲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回应新的消费者的要求，提出了有机种植、友善农法用型的做法。然后，路呢虽然你哈刚开始做，可能做起要当辛苦，但是呢，可能嘿一只未来会行的路，但是那种的也需要消费者的支持啦，就是、说消费者的观念要来认同用型的产业，而且唔单止去支持那种的绿色产业，其实要支持台湾的农业，支持国家国土哈安全健康的发展。而且加在你啊国家里的故乡董事其中代理的故事来那种讨论呢，也请你个乡亲对你个家乡、对你个家人多多的关心并了解。以上是村民台币感谢的收看，下礼拜请同一时间持续收听村民台币，希望大家安子生，努力。Thank you.